半夜鸡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一部木偶剧电影。人家的鸡天亮才叫，这只温鸡每天晚上刚躺下它就叫了。片中小主人翁的原型叫高玉宝，电影就是根据他本人自传体小说中的有关章节改编的，反映的是少年高玉宝在旧中国的亲身经历。当时高玉宝是沈阳军区某部的一名战士，他的小说出版后反响巨大，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高玉宝由文盲战士成为文学经典作家，成为了新中国最早的青春偶像之一。现在像30多岁啊，40岁50岁的那个朝鲜族啊，都知道高玉宝的名字，因为他那个教科书里面啊，过去那个教科书里面，朝鲜教科书里面有高玉宝啊，我要上学这课都有，所以一说高玉宝都知道啊。时光如水，岁月如歌，苍凉的半夜鸡叫声已经渐渐远去，如今当年那个聪明勇敢的小主人翁已经81岁了，然而他仍然坚持写作，有时思路来了一写就是10几个小时。1991年，一部80多万字的高玉宝续集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此后的10多年中，他又写出了《春燕》和《我是一个兵》2部长篇小说。时代变化了，是吧？我觉得我这个书还有它的教育意义在，是吧？我觉得要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了过去以为做背叛的，啊，不能忘记了过去。我觉得对下一代教育还是有意义的。高玉宝的名片上印着1948年他写的入党申请书，当时不识字的他只能这样用字符画的形式向党表达自己的愿望：我从心言理要入党。1952年，25岁的高玉宝在北京荣县胡同小学做了第一场传统报告。50多年来，他先后做传统报告近5000场，直接听众近500万人次，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离休后，他的生活更忙碌了。仅2008年这一年，高玉宝就行程3万多公里，做报告117场，听众近3万人。他说，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他要一直讲到讲不动的那一天。啊，我讲过去怎么是红，为什么是红的，这变成鲜血给我们演成的，我们牺牲的多少人，是吧？才换来了今天幸福生活。你们应该很好的学习，将来把祖国建得更好。高玉宝做报告是义务的，他从来不取分文。他收的礼物只有3件：1是鲜花，2是红领巾，3是红色的聘书。我把红领巾上写上几个字，啊，送给你们学习最好的一位同学，好不好？大家都是。带我们去看一眼里屋的那几个箱子吧。来，行，来。啊，这里边全是信吗？全是信。这些来信中有迷路者的渴求，有走向心暗的诉说，有苦闷者的倾诉，甚至还有外国人写来的。高玉宝这个书犯了好多国文字，你比如说有喜兰。现在叫每一封高玉宝都会仔细阅读，认真回复。我听了奶奶给我讲您小时候的故事，我感动了，今年
我就要上学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要当科学家。这封信是一个只有六岁的孩子写来的，从那以后将近16年的时间里，为了支持这个孩子的学习成长，高玉宝一直与他及他的家人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不断鼓励他战胜困难。在美丽幽静的大连市新海西村，沈阳军区大连老干部服务处的38位老将军，早在1992年就开辟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将军们拿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200多件实物，收集了革命历史图片500多幅，几经扩建成了远近闻名的红星村。红星村自开馆以来，已经接待了参观的各界人士50000多人。参观的人中属年轻人多，孩子们多。这是活的历史嘛，它比教科书呢还要来得生动。孩子们每次到这来参观之后呢，回去都很有感触，所以他们每次都是自觉的带着自己的小笔记本啊，然后每次来呢，有时候能赶上这个老红军亲自的把自己过往的经历讲给他们听，他们每次回去之后啊都感慨万千。还有许多老干部在为塑魂立根、奠基未来的事业贡献着余热。1997年，沈阳军区联勤部第四干休所与佘山沟村小学结成了帮扶对子，老干部们捐资兴建的新校舍落成了，教学环境变了，该添置的也都买来了，还有什么要做的吗？是为了我们今后共同学习，我们也在学，大家也在学，我们这仅仅是开始。咱们起码一年要搞2次集训吧，利用他们冬季和夏季的休假期间。老干部们说，改变物质条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提高教育水平。于是他们抓住国家发起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的契机，鼓励学校坚持不懈地抓道德教学，始终当小帮手、小标兵、小伙伴、小卫士、小主人的活动形成了风气。他们还牵线搭桥，让佘山沟小学与沈阳市里的名校昆山二校直接挂钩。昆山二校的优秀教师共产党员王恩亮被派往了佘山沟小学，在那儿他讲学1年，成了乡村老师学习的模范。乡村教师也定期被派到城里见学优秀教师的讲学，打开了他们的眼界。1987年，吉林省军区长春第四干休所的部分老干部接到了吉林大学历史系的聘书，他们被聘为了大学的荣誉导师。按照教学计划，90岁的老红军严冬江每一次都是这样被人搀扶着走下讲堂。为了改变大学生们对他们敬而远之的心理，他们主动去跟大学生们接近，努力做大学生们的良师益友。第一年，荣誉导师们就获得了很好的教学成果，历史系成了当年全校中学生思想最稳定的单位，有40多名学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有15名学生在党旗下握拳宣誓。吉林大学的红色传统教育基地也随之成立了起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海星。但这毕竟是大学讲堂，面对思想活跃的当代大学生，仅仅靠朴素的感情、靠身上的几块弹片和传奇经历来讲，效果好吗？我要回忆，我要找资料，
我要写讲稿，我非常认真，因为这是大学生。每一次上课对他们来说都像一次占领阵地的冲锋，他们的备课笔记摞起来以后的惊人。20多年来，我给学生讲过好多，问题也非常广，跟他们讲艰苦奋斗，跟他们讲光荣传统，讲战斗故事，讲大学生为什么要建立正确的理想和信念，跟他们讲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记得苏联解体不久，东欧制度巨变，就在这个时候，我给他们讲，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老干部们不仅在思想上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引导，做到以理服人，也在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困难上竭尽全力，做到以情感人。老红军杨可明的老伴常年卧床，儿子做肾移植手术需要花不少的钱，但他仍给来自老区的一名贫困学生办了张银行卡，每月发了工资都要给这个学生的卡里存上200元生活费，直到他完成学业。出身贫困家庭的学生郭家伟刚入学时有些自卑无助，老干部们的资助和引导使郭家伟的心理渐渐舒展开来，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还被评为十佳大学生，被学校保送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我走到哪里，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永远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而且我以后一定，如果自己有了什么成绩的话，最先告诉给了就是我们学院，就是这些老红军，最可敬可爱的老红军。我相信他们不会因为我走而减少对我的关心，反而呢，我走到哪里，心永远跟他们是连在一起的。最近医生们给王东方下了特别警告，但他仍然放不下给大学生讲传统的事。最近他生病了，我和我们院里的书记和我们的学务班主任，前半月的时候我们去他的医院看了他一次，当时他很开心的时候看见我，他说啊你来了，我就记得他说你来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哭出来，好险没有哭出来。我记得刚上大一的时候自己真是一个懵懂的小孩子，和他交流过几次，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还有就是他在我入党之前给我的党性教育。荣誉导师们自信自己晚年做了件最有意义的事，自信自己做的事不光是留在了镜头里，而是留在了年轻一代的精神里，留给了未来。208医院沈阳军区总医院我都去了，都没有确诊，没有确诊，但是谁也不放松。哎，都没确诊，但是我不在乎，是癌症我就治癌，感冒了我就治感冒，发烧了我就治发烧，至于是什么我不在乎，不在乎。所以只要有时间，只要有可能，我就我学生多讲多讲一讲。14年前，黑龙江省军区第一干休所的老干部们把呼兰县李家小学作为了帮扶对象，原来的计划是老干部一帮一的对学生个人进行帮扶，但现实的情况是，所谓的李家小学只有几间不避风雨的简陋校舍。
于是老兵们改变计划，决定捐资给孩子们建一个像样的学校。1996年8月，一座崭新的学校落成了，全新的课桌课椅、办公家具，配套的供暖取暖。石城的老兵们换来了石城的赞美，李家小学正式被更名为八一希望小学。条件确实好，过去土炉子，现在变成暖气了，学生穿泳衣上课，回来这孩子回家说，哎，可暖和了。后来老兵们又集资给学校添置了45台电脑。后期呢，就是注重了学生这个啥呢，就是现代化教育了，这样呢又集资这个微机室。哎，所以说呢，这个因为这个微机室比较早，在投放的时候就是在98年的时候，这里这个学校就有了微机室。哎，因为这个在农村比较应该说提早，在全国来比较先进。八一希望小学成为了市县区的先进集体，有70多名从这里出去的学生考上了大学，成为改变家乡面貌的希望和未来。加油加油！燕世禄李秀后在一次重访战场的过程中，偶然遇到了自己的救命恩人，一个他负伤后把他抬下战场的普通农民。您说是从哪儿开始打的？从那个地方，这个房子里这个后边打进来的。那年雪下的特别大，我负伤的时候的话呢，就上前冲的时候，脚着放一个人上打的，我就一拳一样的多。浴火重生的一幕，永远铭记在他的记忆里，念念不忘。这次50年以后呢，我们去见面，我特别感动啊，我特别感动，我都掉泪了。高兴吧？啊！就在那一天，燕世禄决定把自己的伤残补助，连同子女们的赞助，一起捐给了再生之地的孩子们。您跟这些少先队员通信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哎呀，那我就看着。军区原副政委邹衍，自1988年离休以后，就投入到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中去了。那个时候我是准备捐解回信，一过年也好，一个七天也好。他一次就给兴国县崇贤乡中学捐了20000元。他与全国几十所中小学的孩子们建立联系，与他们交朋友、结对子，保持书信来往。心细的老人还把这些信按顺序汇编在一起，这来来往往的书信占据了老人晚年的很多时间，也融入了老人对未来的希望。马兴慧是沈阳军区司令部第三干休所离休干部。你好，对吧？首长知道你们来呀，特意让我沏了一壶茶，热茶，知道天很冷啊，欢迎你们来。这个，平时首长就是用这个茶壶吗？哎，就这个茶壶啊，这个是保温的啊，拿这个。这茶壶有年头了吧？有年头了。在他清贫的家中，除了一台老式电视机，我们就再看不到一件新式的家具了，但老人捐助希望工程的钱却多得让人吃惊。1992年，当他看到一个贫困地区少年发出的呼唤后，便寄去了200元钱，这是他为希望工程捐的第一笔款。从此他便与希望工程结缘，与清贫相伴，先后为希望工程捐出了20多万元。我不攒钱，咱现在没用，有困难的人，有困难的事，我就拿出来。这种毫不利己的动机，它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可能考虑他还是历史的烙印，他有一种这个优良传统吧，这部队的他几十年养成这些东西，据说是他的老伴儿也很理解他，很支持他。马兴会家最值钱的东西就是他在延安时朱德总司令专门给他写的这幅字。在延安，朱总夜深了找我谈话，鼓励我好学进步，经受过历史大浪淘洗的精神比金子贵重的多。岳维忠离休后曾想过义务修理自行车，也想过做一名义务课外辅导员，最终他还是发挥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创办了下一代杂志社大连小记者站。作为小记者之家的家长，十五年间他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都是用来给孩子们约稿、改稿和讲课。他培养小记者的方法不同的是，还要组织小记者们参加模拟长征。他说教孩子们了解传统比教他们采访写文章更重要。十五年来已经有1000多人了，在这1000多人中间啊，只要是啊，我们对这些孩子啊，能够正确的引导，孩子们的前进幅度是很大。如果把党和军队的光荣传统比作春风，老干部们就是一群鼓荡春风的使者。如果把未成年人教育事业比作不断延伸的长城，老干部们就是一块块坚固的基石。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家进步。为了祖国的明天，他们生命的晚年如同那漫天的彩霞，用灿烂的余晖铺就晨曦。他们晚年的生命如同那炽热的火焰，在尽情的燃烧中迸射出夺目的瑰丽。